尊厨亦得购，厨具购物网，汇集世界知名品牌，你要的厨具精品都在尊厨亦得购。现在看到的这是我们五口电陶炉的部分，好、哦，它整个是一体成型的一个整体的电陶炉，然后它的主要它用的就是200的电，所以它的功率是非常的强，哦，当然它主要就是用电来去煮这个东西，哦，在因为有的客户他会觉得说家里面有瓦斯是比较不安全的，啊，所以说你用电的话，不管是在炒在煮都是非常方便。五口你同时可以煮很多，比如说你可以在炒菜的时候也可以炖汤，哦，像中间这个的话，它有一个所谓的保温效果，有时候我们吃小火锅或者说在泡茶的时候维持那个水壶的热度的话，这个就很好用，哦，而且它有一个一样儿童安全锁的设计，当炉面的温度还没有降温的时候，这边都会有红色的警戒灯会亮，告诉你说，炉面还是烫的，所以千万不要去碰它，哦。然后在操作的过程中，如果有什么脏的东西溢出来在这边的话，一样先用清洁剂，哦，可能就是抹布把它弄湿，先让它先盖住一下，让它那些脏的东西稍微软化一下，然后再用那个刨刀去把它刨出来就好了。所以清洁上也非常的方便，对，只是说它唯一一个比较特殊是这个一定都是要用平底锅，对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Centos 西班牙顶级厨具。